翻嚟节目时间。上个月入伙的荃湾环宇海湾，现时有大约五成的业主收了楼。今日会睇下其中一个两房单位，面积挨近500尺。咁专家话房门空心，墙身用料悭皮，令到室内的隔音效果差。另外，浴室的墙砖扫口做得不好，浴缸底容易积水，有机会影响楼下的单位。环宇海湾距离荃湾西铁站大约十分钟路程，地皮原址是工业大厦，2008年由长实以大约26亿元投得，发展大型住宅项目，物业分有七座，提供超过1700个单位。今次验收的是一个两房单位，是三座低层，业主去年以大约500万买入，单位实用面积490尺。是项目较小的一款积，长方形盒饭厅大约110尺，露台有22尺。对出系信和置业发展的海湾花园，楼同楼之间望到少量海景，但系露台同时对正旁边单位的浴室，距离好近，而且望到好多喉管同埋渠口。做樓宇設計咧，就我哋想攞個我哋個所謂賣點啦。其實唔好淨係睇我哋有個好嘅地方，其實我哋要睇下會有啲咩唔好嘅地方。咁我哋就諗啲方法，可唔可以修飾一下？啊，譬如有啲設計就話有啲樓唔好正望啦，啊，或者係我哋呢邊咧再做咗個短嘅牆身，我哋做一喺個牆度做一個牆身遮住呢個啲渠邊啦，唔好喺個正面望到咁多渠位啦。咁而嗰個人哋個廁所可唔可以佢個套積咧稍微扭少少？觀感外，手工亦都有改善空間，好似露台門鎖裝得唔夠貼，一試水門框濕曬。我哋又見到咧，都有啲流水入嚟嘅，因為咧都係鎖得唔係好夠貼。好大風嘅時候咧，我就會擔心咧，當你鎖實咗門嘅時候咧，佢會好嘈。因為啲風聲咧透過罅入嚟咧，就會 V V 聲，成晚仔瞓嗰只噶啦。大門玄關比較嘥位，而且又長又窄，寬3尺6寸，長6尺8寸。廚房門係防火設計，但未必可以達到預期嘅效果。中間你見到有啲白色嘅油漆咧，同側邊木嘅油漆嘅白色係唔同嘅，係唔同色嘅質感嘅。因為呢個本身嘅底咧係一啲防火嘅，我哋叫防火條。呢啲防火條本身係個質感係啲膠或者係一啲嘅膨脹物嚟嘅，咁其實油漆上去咧就有問題喎，油漆影響緊嗰啲防火膨脹膠嗰啲嘅效果都未定，到時失去咗呢個即時可以膨脹而令到嗰啲個門有防火嘅功能，稍微延遲咗或者做唔到咧，咁就有危險。其實喺個設計要求嚟講，呢啲嘅防火膠咧係唔應該有油漆或者唔應該有破壞嘅。單位有兩間房，主人房喺走廊盡頭，同廳嘅距離有7尺。但喺房間入邊，即使閂咗門，仍然清楚聽到外面嘅聲音。呢一個係同房門嘅隔音差同埋牆身嘅厚薄有關。呢啲牆身咧，其實都比較個密度低嘅，啲磚嚟嘅，敲落去比較響嘅。隻門咧好空嘅，呢啲門嘅空咧就因為其實用嘅料咧就係比較薄單薄，一來隻門就都薄啦，二來咧佢裏邊都係空心門。細房對出係浴室，唔係黑廁，牆身瓷磚鋪砌嘅手工馬虎。好似呢度呢啲掃口粉咁咧，用手都撳得喐嘅，其實係好鬆嘅。咁我話俾你聽，佢擋好擋得水，你都唔信我啦。咁其實點解有啲位置會好實，但係有啲位置會鬆咗咧？因為其實咧，好依件石同阿磚咧，咁啊碰口啦，咁裡面有條罅嘅。如果填嗰個塑料粉填得唔夠飽滿，淨係填咗喺面嘅話咧，咁可能佢淨係好薄喺面有一浸咧，你咪一篤就篤咗入去咯。鍾志剛話：唔好睇小呢一個問題，因為水會沿住磚背流落浴缸底，久而久之，浴缸底會積滿水。萬一防水層做得不好，就會流落樓下的單位。